你看这肉汁，你看看一块一块的，看到了吧？列子肉，列子肉。如果是你今天吃不完，这个卤水啊，烧开以后你放着，明天你再到卤里面去泡一泡，那更加入味。所有的香料不要太多，多了呢，它会有一定的苦味啊，那是真香的，真苦。牛腱啊，哎，搿腔调像牛排一样，搿么快啊？哎，一定是大骨啊，搿是因为原切啊，大家看看啊，牛切啊，纹路也老好看啊，对吧？不是热锅冷油啊，牛油啊要热啊。我问你，比较欢喜稍微煎煎啊，让伊有眼香味的啊，吃吃香啊。哎，为啥讲油越煎越多了，知道吗？油出来了，哎，油出来了，油脂出来了啊，哎。我肯定呢，香料我觉着阿拉不要拿原味盖掉，稍微要让它增香一下。微信照录制呢，侬好代替了就让它去腥。大家看到了哦，要减嘛，因为阿拉卤是小火慢卤，你要烧开来要焖煮，焖是为了让它入味更加成熟。我现在预估它到15分钟到20分钟。如果是你今天吃不完，这个卤水啊烧开以后你放着。明天你再到炉里面去泡一泡，那更加入味。所有的香料不要太多，多了呢它会有一定的苦味啊，那是真香，不是真苦。你看这肉汁，你看看一块一块的，看到了吧？栗子肉，栗子肉，看到吧？哎，腱子肉出来了，看到吧？